它整个感觉就是让整个餐饮界有点蓬勃发展，然后借由比赛方面呢，来促进各界的一些交流。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进入我们的厨师行业来发扬光大，继续研究下去。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Gourmet Master Chef because the Chinese history in catering is over 4,700 years.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s and to tell the world, actually, our Chinese cook rice before anybody else does and cultivate rice. And this is the culture that we have to continue. Why I support is because it makes the difference.厨艺比赛啊，特别是今年放在北京举办呢，是第一献给祖国的一个礼物啊，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选手都聚在北京，大家一起交流啊，把这个戏，我觉得不光是比赛，当成一个是活动，一个大家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我当然要参与在里面。不同的国家的选手、厨师们，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比赛，可以有不同的交流。那从交流里面，自己可以累积自己的能量、能力，然后也可以打开眼界。在这个过程里边啊，有很多人生的道理可以学啊，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不同界别的朋友啊，也是蛮有特别的意义的。餐饮、厨师、厨房、菜品是酒店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教学的重要内容。所以这样呢，在这个北京和我们北京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来举办，对环球厨神的促进具有巨大的好处，同时对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教师也有收益。从年轻开始就培养他们热爱饮食文化，来推广饮食文化。
我很感谢支持我们所有这个玩得出神的所有的单位啦，好兄弟啦，因为这个活动在今年我们国家70周年，在北京办这个活动一点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很光荣能够办的这个活动。以后的做这个活动，我觉得能成功的话，一定要抱着我们感谢这个我们的冯会长、邵会长，还有我的好兄弟 Chris 啦，还有 Joseph 啦，我们的米其林大厨的吴珠啦、富哥啦，其实都对我们整个活动有很多很多的贡献。真的我不能说一句话就可以感谢他们，但是他们的支持很大很大，所以最后我就感谢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感谢。